有念是凡夫，无念就是佛。啊，有念有什么念呢？起心动念。大乘经里面叫它做无明烦恼。啊，分别是尘沙烦恼，见思啊，这个执着是见思烦恼，妄想分别执着，有念呐、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人成佛了，啊，佛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你不能说他无念。他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不能说他有念。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不起心不动念，是清净寂灭了，自信本体现前。啊，众生有感，它就有应，应是起作用，作用可以现象。啊，你能够见到佛菩萨，你能够亲近佛菩萨，你有疑惑，佛菩萨能帮助你解决，这是从体起用。体是真的，永恒不灭，相是假的，刹那生灭。啊，所以相不能说它有，体不能说它无。啊，这些概念都是六道里面的众生虚妄想象，我们用得很习惯了，以为这很正常了。其实全错了，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应当把它放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啊，那净宗的方便就是说，用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把所有这些虚幻的观念呢，通通把它取而代之。啊，念头才一起就阿弥陀佛，不要有第二个念头。啊，为什么？这一个佛号是我们在此地跟西方极乐世界导师阿弥陀佛联络的一个信号。啊，你念这句佛号就跟他有联系。啊，天天联系，时时刻刻联系，把其他东西都甩掉。我们这条线就通了，啊，你就得感应道教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用一句阿弥陀佛有念呢，啊，到我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就真的无念了，啊，因往生而起无生。啊，我们这个方法啊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真的无生了。啊，无生就是生死没有了。
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如此。